LINE 的发票体验，把发票存在 LINE 里面。没错，就只要用 LINE， 不需要额外做下载。LINE 发票管家帮你自动对发票，轻松记账，分析你的消费方式，还能玩发票 bingo 游戏，每个月各种惊喜，有机会拿到 LINE points 来买礼物、坐车、换喜欢的贴图。只要进入到主页中的服务列表，找到 LINE 发票管家。还有，设定捷径到桌面使用更方便，用科技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，一起加入 LINE 发票管家吧。皇上，臣妾要告发。皇上，您今天怎么长有些怪异？因为我们的国库一天天的空虚了，这集预算不足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，皇后？柯贵妃今天早上在与臣妾请安时完全不上心，手里还一直摆着这个玩意儿。传柯贵妃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朕听闻你早上给皇后请安时，手上一直在玩的这个掌机，是来玩游戏是吧？你岂敢如此不认真，视皇后于无！皇上冤枉啊！臣妾当时绝对不是在玩游戏，臣妾当时只是看早上请安时，大家都会一同议论许多事，便顺手帮皇后娘娘做请安的会议记录而已啊！还敢狡辩？一台游戏掌机怎能写笔记？因为臣妾拿的 Ioneo Air 掌机，它其实也是台电脑啊。电脑？是的， Ioneo Air 不只是一台游戏机，更是台掌上型 Windows 电脑。它与其他游戏机最大的不同就是，电脑能做的事 ，Ioneo Air 也都能做。它搭载 AMD Ryzen 5 5560U 处理器，配备 5.5 寸 OLED 的荧幕，相当于平常大臣们在朝廷上所用的笔记型电脑。基本的文书处理绝对没问题，还可以跑很多游戏呢。只要你会操作电脑与排除系统的问题，它就是台轻便的 Win 掌机电脑。那如果嫌它荧幕上键盘难使，在自个儿宫中还可以连接滑鼠、键盘与荧幕，它就是台扎扎实实的桌上型电脑。不过臣妾平常还是比较习惯带着它在外头做笔记或玩游戏。做笔记？那你用你的 Mac 就好了吗？为何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人误会？还不是因为皇上是使用 Windows 电脑，臣妾想说用 Ioneo Air 配合皇上，像许多 Windows 档案床上查看才更方便啊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论玩游戏，还没人比得过本宫的 Steam Deck 吧？皇后娘娘那台太重太大，臣妾生怕把它给摔着了。臣妾的 Ioneo Air 只有410克，大概跟这罐八宝粥一样轻，尺寸也是小到可以装在臣妾的荷包中随身携带。是说皇后娘娘也要小心，机子磕到地上倒还好，要是娘娘躺着玩时，机子砸到脸上，可就不值当了。你，况且敢问皇后娘娘，您那个能玩其他游戏吗？臣妾的 Ioneo Air 不只能玩 Steam 游戏，就连 Xbox、PlayStation 或是模拟器的游戏都能游玩，因为它就是台电脑啊。电脑能做事，它几乎都能做。只要一键点开它的 IR Quick Tool， 将瓦数切换成 Pro Mode 的15瓦，它就能游玩皇上最爱的 Xbox 极限竞速系列、PlayStation 独占的对马战鬼。当然，买在 Steam 上的《只狼》也可以玩，不过毕竟3A游戏着实吃效能，若将游戏效果开到最顶，还是多多少少会有卡顿的问题。但臣妾试过，只要把解析度调成1280×720，就能顺畅的游玩《只狼》，帧率能平均维持在 33.43fps。而且其实因为掌机荧幕也不大，所以开成较低解析度也不会有糊糊的感觉，并不会影响到臣妾的游玩体验。唯一可能有些缺憾的是，当开到15瓦时，续航大约是1小时，以玩游戏来说可能稍显短，但若是开低瓦数玩些较低效能的游戏或是一般使用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要是皇上也有一台，您就能在宫中走到哪玩到哪，玩到一半还能及时批改奏折哦。我看你的说明书上写着可以用 IR Space 绑定 Steam 跟 Xbox 等平台，但我也没瞧见你在使用啊。你倒是给我解释这怎么回事。IRSpace 是着实不好用，臣妾弄了一个时辰还是没有弄好，但这不影响臣妾安装游戏，它就是台电脑啊。臣妾是直接将 Steam 下载到 Windows 系统中，从电脑版的 Steam 安装想玩的游戏，您在一般电脑怎么操作，在 Ioneo Air 就怎么操作，比较直观也比较方便。就算不用它自身的 IRSpace， 同样可以顺利的游玩每一款游戏。臣妾虽然没有皇后娘娘特别系统与高贵血统，但臣妾也同样能玩游戏，还能做到皇后娘娘做不到的事。机子本身也是更为轻便，无论外形还是内在都展现出不同的风采。还请皇上别听信谗言，错过了臣妾的 Ioneo Air， 你就贱婢、放肆、皇上在我面前动手动脚，臣什么听懂？把皇后给我带下去。皇上，皇上，贵妃啊，你那个也借我玩玩好不？当然没问题。若皇上还想知道更多关于 Ioneo Air 的详细规格，可以先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电塔少女的频道哦。皇上，朕晚到了。
臣妾拿了 Aya New Era 掌机，他其实也是在电脑。分享开小铃铛，并且继续关注，对不起。你是要不要开？